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些手机是目前 Sony 最新款 W995 这支手机，它号称有810万画素，然后它符合年轻族群跟中年族群都可以使用。那我们来介绍这支手机的外观，那主要是三域式镜头，然后2.6寸大萤幕，然后法丝纹的设计，这是键盘的部分，然后还有音乐播放键、音量键、拍照快捷键，然后插机卡的部分，还有音乐播放键，哦，相机镜头，然后脚架、闪光灯、双喇叭。介绍这支手机的内部软体，主要特别的是，它有位置服务、Google Map， 还有导航功能，还有另一个功能就是。还有 WiFi 无线上网，可以去搜寻无线基地台，然后使用内建的一个特别功能。就是 YouTube， 可以无线可以看影片，然后打发时间，然后还可以体验火速看盘。可以关心即时股票，然后音效也非常立体。